你这是要去哪里？家里的油快用完了，我挑点花生去榨油。啊，你最近不是腿又开始痛了吗？怎么又挑这么重的东西呀？没事，这点重量婆婆还是可以的。婆婆，让我去吧，我在家也是闲着，顺便可以锻炼锻炼。行，那你路上慢一点，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地里摘点菜。好的，婆婆。慢一点。嘿，阿梅，你这是去哪里呀？哎，我去田里摘了点玉米，你也去我那里摘一些吧。不用了啦，留着你也可以多卖点钱。哎呀，地里剩没多少了，不卖了。再说你上次也给我很多柚子。那好吧，我去摘几个回去做成玉米糕，大家一块吃。好，那你多摘点吧，放在田里都老了，我先回去了。那你慢一点。哎，是小琴啊，是你妈妈让我摘点玉米回去的。你少骗我了，这玉米是拿来买的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做这种小拿小摸的事啊？哎呀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真的是你妈妈让我来摘的。我才不信呢，做出这种事情，讲那么多干嘛？等着吧你。谢谢老板。不客气。慢走。嗯，哟，珊珊，你这是哪里偷的油啊？小琴，你干嘛这么说？这是我自己拿花生干榨的油。哼，你婆婆偷玉米，想来肯定也是一个德行。谁知道你哪里偷的花生？小琴，你欺负我就算了，我不许你污蔑我婆婆。哼，我污蔑她？我刚刚看见她在我家田里偷了那么一大篮玉米，那是拿来卖钱的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是误会我婆婆了。平时看阿二婶挺吃面项目的，要不是今天亲眼所见，还被蒙在鼓里呢。既然敢偷我家的玉米，这桶油我拿走，算是你们的赔偿。要不然我让全村人都知道。哼，你。怎么能这样呢？婆婆，我刚才遇到小琴了，她太过分了，说了很多气人的话，还拿走我一桶油。哎，这个小琴一点也不听人好好说话。我们先去把玉米做成糕点，再拿过去跟她说清楚。嗯，她误会你，我心里好不是滋味。傻孩子，我们问心无愧就好，走吧。二媳妇，玉米糕做好了，我们先给小婷送过去。好的，婆婆。嗯。啊，妈，真的是您让二婶去摘的呀？那我还拿了双双一桶油。臭丫头，那你没看妈妈做的，事情没弄清楚就乱来，看我不打你！妈妈，不要，妈，妈，我错了，妈。阿梅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停下来呀！啊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真不好意思，这臭丫头做事情，妈。哎呀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你不要生气了。是啊，阿梅婶，事情弄清楚就好了。小琴，你以后可长点记性啊！愣着干嘛？还不快给人家道歉！阿梅呀，不要那么认真，没事的。
阿二婶、爽爽，误会你们了，对不起。没事的，这不我还带了一米糕点想过来跟你解释清楚的。我妈说的对，我这冲动的性子实在给我惹了不少祸，是得改一改。小晴啊，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，今天这事能让你认识到自身的错误，及时改正，那今天这误会啊也不算是坏事。哎呀哎呦，今天又给你添麻烦了，晚上这边吃饭吧。不了不了，我家里已经煮好饭了，事情弄清楚就好了。这个玉米糕点给你，我们先回去了。阿二婶，这又还你，不好意思。嗯，好。哎，慢走。好。婆婆，没想到小青这么大了会被她妈妈打。臭丫头，不管你们多大，在妈妈眼里都是小孩子。你要是不乖呀，婆婆要照样打你。不要。喂，帅帅。早上我跟婆婆在你卡上汇了3万块钱，你现在买挖土机的首付够了。哈哈，终于存够钱了，你帮我多谢谢嘛，等我当了老板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嗯，阿峰，我相信你，你要好好努力哦。知道知道，你就等我好消息吧。我还上什么班啊。哈哈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哎，小青啊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我要去煤挖机自己当老板了。哇，那恭喜恭喜，大好事啊。阿凡，这么好的日子咱哥几个必须喝一杯啊。没问题，走，我请客。有钱了还选择兄弟们，阿凡还是你仗义啊。那当然了，我是谁，有钱了绝对不会忘记兄弟们，走。阿凡，现在吃饭还早，我知道陈坤新开了一家出车行，我们租辆跑车来玩一玩吧。没问题，走。二媳妇，阿芬今天买挖土机，你早一点做饭，等一下给阿芬庆祝一下。我去地里摘点辣椒回来，她爱吃辣。好的，婆婆，那我去准备。哇，这跑车不错啊，阿芬，这蓝色很符合你的气质啊。是啊，阿芬，我们先开地溜溜，等明天发达了，我们也去买一辆。阿芬，你肯定是我们朋友中第一个买车的人。过奖了，过奖了，走，问问怎么住的，我来住。那怎么好意思，我们来就行了。就这点小钱，小意思，走，我们去开车。出发了，阿芬。再来一次。阿二婶，阿二婶，你家阿峰不得了了，都买跑车了。啊，什么跑车啊？没有啊。哎呀，阿二婶你就别装了，我刚才看见阿峰载了两个朋友到处逛呢。应该是别人的，我先回去了。嗯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肯定是他发达了没通知你。哎呀，这钱花了等下挖机首付就不够了。阿涵，你们先进去，我回去拿下东西，你们要吃什么随便点。好，那你快一点啊。妈，妈，阿峰，什么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挖土机首付临时涨价了，早上来的钱不够，你这边能不能再借我3000啊？怎么会突然涨价？哪有这样做生意的？我跟你一起去问一下。哎，你去了也没有，老板说没得商量了。妈，你快把钱借我吧，等我挖机赚钱了就还你。阿峰，挖机真的突然涨价吗？帅帅，你是在怀疑我吗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我没有。婆婆，我这里还有1000，要不你再借我2000，就拿给阿峰吧。好吧，你们等着，我进去拿。那这张卡里有35000，你手里那张给我，这张拿去。谢谢妈，那我先走了哈。阿峰，记得早点回来吃饭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回来了。怎么现在才来？套路点好了。回去拿了点东西吧，没事的，来。老板，算一下多少钱？先生你好。一共消费2000元，这么贵啊？刷卡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你这张卡余额不足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边确认余额不足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支付方式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我这出门太急了，卡都带错了。要不你俩先付一下，改天我再请客。什么？我今天没带那么多钱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事啊，你先送我一下。啊，阿凤，我先走了。哎。老板，等我打个电话啊！双双，你快点来救我啊！我刚刚在饭店吃饭，没空在饭店。婆婆婆婆，阿峰又犯浑了，买挖地的钱竟然拿去玩了。现在在饭店没钱付钱，我过去给他送钱。我就猜到了，阿峰他心性不定，还缺少磨练，你不要过去。可是婆婆她说不付钱要被老板扣在那边洗碗，怎么办呀？二媳妇，阿峰是我的儿子，没教育好他是我的责任，这次一定要让他长长记性。你听我的，我们在家等着就好。
累死我了。婆婆，阿芬这么晚还没回来，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吧？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妈，算算，你们怎么忍心我在那边洗了一天的碗？你还有脸说交朋友贵在交心，沉迷玩乐的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。妈，可是我那些朋友那么久才见一次，就一起去玩了。你什么时候能收起你那玩心再叫我妈？不然别叫我妈。哎，妈，我不该说谎，你故意给我那张没钱的卡，我就该知道了。我不该拿你辛苦攒来的钱到处挥霍。妈，我错了。婆婆，阿芬她知错了，我们就再给她一次机会吧。今天的事情妈教你一次就够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饿了吗？快坐下来吃饭。